我们常说也只能这样，现在可以不一样。记得 AI 出现以前，你需要打字搜寻吗？现在只要画个圈就好。以前拍夕阳要分秒必争，现在不用了。以前你的手机助理做不到这件事。影片中提到的作者有谁？哇，记得以前的手机都大同小异吗？但现在不一样了。